玩玩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来，摸啊摸啊摸啊，摸来摸来，摸啊，这最好个，爱食爱食摸来，摸啊，今仔足贵，我一斤就摕一斤了八，啊就啥？你买一瓶麦卡就百五，你买三百。你买五百号，我上好。你食，你买三百四只，四只哎，四块二五百种，五百号来用五百号。爱讲爱话讲话啊，你来先，五百种。咩啊？我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好久没讲话了。你会讲会啥？讲讲讲讲讲，麦开了吧？空柜台。我包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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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包了。因为我包了，再两天包，我包了，我包，我包，我包不？我还在这哦，就我一下，就我一下。先我包包，因为我包了，我包了。我就问你不能买菜，不能买菜，说话听不能买菜。我三百菜，你叫我了，两百我了，就六斤两百，两百啊，两百我了，两百我，
我就叫我下来，三妹叫我下来。你叫老板哦，三妹叫我下来，我有留来听。来这边，大家下来叫我来，你不来，三妹下来叫我来，你报来。你不下来报不了，来，我来，我下来，下来，两包了。这边归家回来了，不会的。人家没，来，这人的找你冷爸，三姐哦，他是找五十的，等一下，这边找五十。我不想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我哎呀，就这样。嘿嘿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你问这样，就代表是附近认识的人呐、啊。对啊。对，现在移转来，以前移转应该就来，而且就是地洋海咧，海生打算搞地洋海。对啊，我跑去哪？他搞这个海，对对，就是那个大。好玩子。一百零两百四啊，真系，一百零两百四啊，两百零二四真系。好像没。三百零真系三百六来，三百六。没有了，今天没有很好。五十多只，两四只三百六，三百好了，两四只三百，七十五好两百。两四只现在三百六，三百块钱。没办法等你，没办法。现在你现在讲没办法，三百现在三百六。你现在讲太晚了，那等下东西清一清就要收了。你现在讲真的太晚了。三百现在三百五，三百五，三百五哎。现在现在现在没了，三百五来现在，五年来，三百一来，三百一来，来，三百五就没了，三百。你真的，真的啦，真的没办法。你要留一箱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而且那东西也没都，那东西也都没有剩一箱的啊。这里。我了。不要，哥，怎样？快。啊，算了，算了。旁边人卖不要，旁边人家卖不要，算了，卖不要。你赶了之后，他们已经离开了。对，现在这几天谁都是你的，所以陈家杰都用心在那，用心在，用心在，这个应该谁在？陈家杰用心久了的。没办法，没办法再等你了，真的。你下次要早点讲，就是早点订货，在社团里面留货。
我眼睛来，我眼睛，我眼睛，我眼睛，到底眼睛睁，睁只下巴咧，我咧两三倍眼，睁过来，我只无啊，睁出来，只眼睛。你叫你来，我只无啊，我叫你赶快来啦，加紧抢位啊，哎，抢位啊。到底是平衡不对位，这两个现在清出来，这两个现在清出来，到底平衡不对位？可是你已经到了，不是你已经到的意思，就是这到底平衡不对位？这到底不会超过半小时啊？不会超过半小时。这到底这样清出来，平衡完哦，来，我而且几百只鞋，包括你买两三只鞋，买一只十块了，有两百了，多少只鞋是不？这个瘦身鸡排几百啦，八几块方，这个正几百吧，卖几百，加几块钱买了，两百好了。这小只鸡卖三十六，跟你讲，这个几台？来，当年当年只两百了来，多好命来，我只无只两百来，几台？两百了来，两百来，几万块啦，一百万块啦，真系，不止系，两百了来。你搞啊！不准他丢人，现在不来。这边怎么着？要解我现在怎么来？我要跟他讲清楚，因为他现在在路上。我等下跟他讲，那个你就当个出来玩吧。下次屋的这个场子哈，你至少要在七点多的时候到。八点多的时候东西有可能会比较少。这是这个地方这个点比较特别的状况，因为点点都特别夸张。今天无食烧的啦，系啊。所以你话出出嚟话讲。你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哎，我装头，哎，我装头，哎，我买嘞，我装了蛮多，没东西的。人家都叫坐落去，一百倍，人家打了三百。现场没有卖掉哈。人家三百，现在三百。人家上楼，上楼不叫我上面，现在叫我直接我了。哎。我啊，我两个人，三百了，不要这些，这里没蛋了，这一百块钱。好好我不可能，我跟他讲，他不绝对不会答应的，直接跟你讲。你事先留货可以，现在不可能。直接跟你这样讲。我讲，我平下边个大条边钱啊？大冇。这回呀，这飞轮正常，即马吼，即马上强的以上啊，即马上强，即马外口市面上强的上到这样，这这飞轮正常在。你好，你把口罩取，我看卖。超市真的一包卖哦，这一包也无百分，你提得来无？一包百分，一包三百，真系三百了。其他四样的无真系，三百二一路，两百了啊！真系一包来，这个正常卖价，两包两百，两百了来，小弟来，两包两包你无得买啊！这个正常，正常真系两百了来，两包真系，来，超市真系两包两百了，这边正常卖价。对面不能讲，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就是。我很不喜欢这样子，他喜欢现场喊的举手，你就算你要全点，他也不要等。老实跟你说，这不符合他做事的方法。他做事有自己的方法。我无，我都跟你勉强啊，你把口三百块钱你也无得钱啊，我让你考虑啊，这三百啊，你系五百块啊，这够，三百五百。哎呀，求你也无得钱，哎呀。因为你下次就是早一点了，今天真的没办法，不好意思啦，真的。我再见。我再拍不你五百了，四百五百真系，四百五百万，十块钱来，五百了来，四百五百真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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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百五百了，来，五百五百小姐来，你两百块钱。
我喊你看到菜鸟，你这水果牛皮啊，叫你个卖。我这个你同事来看，这个我盖了盖，我来，他不卖。这个我卖，你不会不会我卖，他不会我卖，这个我不会我卖，他不会我卖。哦，你不会来看。门票钱嘛，几百块钱，我买就几百块钱，几百块就全付了。三个，结下来，五百了，这边是赞助啊，你看，无啦，我讲这个第三十五啊，这二十几啊，第三十五二十几就七百，我你五百了，七百了，买个这块小花果啥啦，花啥小，花小，够不够嘛？够不够？哦，够不够？卖七百三百了。我上个月就讲个假条啊，唔敢买啊！一两下下，一两时以为去查查，你是话查来？两下哦，你定下要用查，你买回去条。嘿，你啊定下要查菜，要查要用查，你买回去条菜啊？免买这哦，一定用菜，菜一定菜，俺不怕剩啊哦，怕剩啊！哎呀，定用菜用提了来，但你好像只买一只菜来，咩开个五百？哎呀，你买剩菜吃不来，用只青菜，用只青菜来，三样给我啊，敢不敢点菜？全好了，全了，全了。三人去无啊？五百个！哦，有，五百块钱。一天我就无得钱啊，五百块，三千五百块，三百块五百块，五百六，三千五百块五百六，三千五百块，五百块五百六，系，冇啊。大哥先啊，多谢多谢多谢啊！阿舅，先生，我手机做嘢冇多钱嘅。我是不会玩的呢，不会玩的，真正不会玩的，跳不过多啊，动不起了，真动不起了，真来呀，没办法，这次你可以去南投，南投应该有直播，你可以去南投。南投国在市场那边还有。跳，你从这来，怎么跳？从这来跳，不会跑吗？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说那个，如果你从这边到南投，你不要从那边下，再过去南投搭半小时时间而已。快。哎呀，我玩，你看我玩会比赛，你差不多差几个，差不多差几个会得来，哎，我跑来，你看进来我跑来，粉丝来了，粉丝们叫我过来，帮你叫什么？帮你叫什么？桌面没东西，帮你叫什么啊？我啊，没不啊，我跑来，我跑来。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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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能全给你啊！等一下说一说要回去的啦。哎，你别欺负我啦！你讲我鸡人对吧？然后讲什么全部拢给伊，我讲你是咧讲啥？全部拢给伊，我真给人我要啦，笑的。我懂。厉害，我做么子？这三百块，大烟三百块来。来来来，是
前啊，对啊，从来没喊，从来允许啊。哎，你可能还用来我讲哦，你用来这边，用把那球线用这边，用行行也在，哎不，你出来我打，我打。这鸡排真系，这鸡排不是路边的鸡用，嘿，不是路边用的鸡的鸡排哦，这真系，人家古白官咧才用鸡排，哎呀真系，古白官咧要吃到这样子哦，真正之前哦，南京哦就这样，哎真系，餐厅要吃个酒菜，乜嘢我话，不过你真系，以前无法了来。这样是什么意思？点台啊？吃不完啦，拢要吃几块啊？拢要吃几块？这只脚较长，这只较水。伊脚长咁贵，有白做菜粿长啊？你知啊？我唔知，我看袂出。看袂啦，看袂，我系喺白云这边啦。来长嘅做菜，你看袂到啦。好贵啊！拢来五百，啊！你若吃不完，我讲，反正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两百、一百。九十、八十、七十、六十，你家己吼。哈哈哈！这个稳定啊，稳定啊。都一千个米国巴，一千个公掉，公别人公交台。都一千个公公国巴，公掉一千八。不能等哪里？不能等哪里？哎，无，哎，无啦。一千块才容易啊，该不能死啊啦，也无啦。没啦，该不能死，无啊，该哎，不接，哎，无都不接你啊。哎，这个就是这个。我看一下还有没有讲什么。吃少就好啦，吃少就好，嘛是做面啊，吃少就要紧啦。一千尔，辛苦尔，拢是一千尔，无啊。该卖东西了，龙头少，龙头少，无啦，俺直接无啦，直接买来。我谂不起啊，谂不起咩物啊。我都不啊。秀琴，我没有说你啊，不要，没关系。那个，你今天我跟你讲一下哦，你如果要来的话，就早一点来，不然就是你提早把菜单给他们，这样子。这两个方式比较好。你像你这个时间来，他真的没办法帮你留啦，因为已经快要结束了，他们不可能为了等人留下来。你可以事后交代给你。啊，交代给你，不要啦。所以今天你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这个场子是比较早，乌日是特别早结束的场子，通常八点以后来都还没什么东西，所以你要来这边的话就是如果你六点就跟我讲的话，我可能还有办法帮你留东西，然后不过你要说全留也不太可能，那你所以你就是事先把菜单给他们，然后你就来的时间就可以八点多来，超过九点绝对不可能来，不可能哦，你不要超过九点来，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有超过九点了。今天有超过九点吗？没有啊，现在八点五十。对啊，今天已经算，老实说今天算生意不好了，今天算生意不好哦，可是你看还是八点五十结束。所以平常的时候，现在乌日大概平常的时候大概在八点，都在八点二十左右就结束了。
不满着，今天已经算很晚了啦，今天8:50算晚了，所以给你抓一个时间哦，来这边的时间平均要在7点到7点半会比较刚好。对啊，乌鲁我早上5点半就开播了。不要说他是新客人啊，他要不懂，不要对他生气，不要对他生气。我们要有耐心，人家又不懂，因为这种厂子是跟一般的厂子不太一样的，所以跟你抓一个时间哦，你下次抓大概可以在7点到7点半左右到是最刚好的。哦，你是新竹那一位，我知道你在我右手边的。好玩吗？东西好吃吗？新竹来的每次都大采购，我遇到新竹的都是每次买起来都超夸张的。想问一下南投哪里的？南投他在玉乐路，我看一下这边有人写。南投国泰市场你知道吗？然后国泰市场他的南投玉乐路120号。这边有写对，预热度120号 ，OK。刚才有人来问南投的，当初你有说我抢了，我都忘了。对啊，那个今天我觉得今天算比较不好，对，可是还是9点前，我觉得有点夸张。这边今天没有那么疯啊，今天就顺顺的卖，直接街上来啦。哎，来就我讲，你无啊，来啊。伊我唔知，但是要搞伊讲弄老，又讲闹好多弄老，你无个等伊啊。你来过啊？来来，叫出来，叫伊来过啊。如果叫伊来走啊？好咩嘛，好啊。然后叫。啊，介意难找。有电话啦，打电话，你可以去他们店面。对啊，龙王说了，今天你要跨下，你弄快的力哦。看你看阿峰，看呀，对吧？哎，阿哥，盛江贤呢？没有，有一个人要说把东西都留给他，我说快要结束，我没办法留给他了，叫他早下次早点来，或是去哪里，或是去见面这样子啊。来了，很帅的嘞。好，兄弟，快！我来看他到底。你要看他什么？他是广角吗？对啊。他说今天不知道干嘛，看好几次。我没有说你啊，秀琴，我没有这样说你。那别人说你不要太在意哦。别人说你，你不要太在意，你对我就好了。你对我就好了。八点半喂，八点半了。快九点。拿着高点。对啊，秀琴，你知道了哈。好，那个车子。车子要来了，来，那王子应该是在车上睡整天了。王，你是一下定困啊？啊，是啊，啊不要不要那么多呆的。哦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叫他倒数哈。倒数。五、哦。